现在，关掉白天的规矩，把时间留给自己，去追热爱的东西。热爱是别人眼中的不切实际，在我心中却深信不疑。有意义吗？有意思就好。每一个画面都美成回忆，每一次刷新都刷新自己，热情与能力都不掉线。抬头看看是青春的轨迹，有了它就敢不顾一切，热爱一往无前。喜欢一出场就惊艳全场，测试跑一下，可以啊兄弟。热爱就是平凡世界的超能力，它让我们发光，照亮黑夜。热爱会发光，黑森林至尊纪念版，1999全面旗舰。